要把古老的汉字找回来，教好下一代，希望下一代能够吸取中国五千年的文化。我这一生过得很苦，在战乱当中八年抗战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11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11。给我几个字。我这一生一脚风雪，他给我第一个诚实，第二个理智，第三个大方，告诉我努力你会有很大的前途。所以我一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不违背老师的教训，写在我们周记，学生写周记，一周把这一周的事情写一篇短文，周记本的后面最后一页校长提了几个字。所以我确确实实这一生待人接物真诚，绝没有欺骗人。而我的长处啊，就是真诚，第一个真诚，第二个理智。理智就是无论什么事情不迷惑不颠倒，我看得清楚看得明白，我知道怎么做。老师在一起2年了，整整2年，离开的时候抗战胜利离开，写了这些个字勉励我。大方就是真的，张家大师叫我看破放下，我很容易做到。对于任何东西没有留恋，没有喜欢不喜欢，谁能放得下？努力就是不能中断，认真做下去，对社会有利益，对苦难的众生有利益，应该要做。用什么方法？中国古人教我们建国君民教学为先，那就用教学。用什么方法教学？用佛法的教学。我走这条路，不入门这个路是老师教给我的，释迦牟尼佛的道路，一生讲经教学，教化众生，其他的什么事也没干。我这一生就这么走过来，一生教学讲解，现在讲不动，中气不足。2年前还行，这2年确实有衰老的迹象，不能不承认的。所以现在变成我最重要的，底下有接着来的人就不会中断。实际上佛教给我们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真心就是智慧，真心是不起心不动念，看一切不起心不动，问你什么都知道，不问你什么都不晓得，心里头没有痕迹。这个在宗门里面叫看花头。凡夫的麻烦是什么？见色闻声都起心动念，
不管是善念是恶念，全部把你的自信障碍住。所以慢慢的练，不被外面境界所转，就是眼见色，不为色动心；二闻声，不执着有这个音声。用这种功夫，真正能彻底放下，一尘不染，达成了佛法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。你要走适合你自己的法门，就不难。真正下决心，无量法门里头最方便的法门，念佛求自性，保证你成就，人人都能成就。其他的不能保证，这个能保证。条件是，从早到晚，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第二个念，成功了。对，目的是叫你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。起心动念就变成口头禅了。报声，同声经。